唔关灯啊。爹哋，安姨，查仔。你母今日拄仔咧讲啥？我伫外口就听到马可咧大细声。无啦，我伫靠近马可，甲我斗阵抓紧呾，修身养性。马可，这个佛珠哦，是一个真有名的师傅加持的啦，会当保庇你。啊，人讲哦，运命运命，随我无随命，咱家家己的心哦变好，安尼。也计就会变得更加好啊！好，卖管别人讲啥，都袂当放弃对家己的打拼。好，来，阿咪家你讲。多谢妈咪，我听你的话，好好修炼我的心，袂用命运担头。拢已经是什么时阵啊？大姐还阁有心情两斤拜佛，拢唔知影家己的后生已经大难临头啊！大姐对囡仔的教育确实有影做用心呢。不过我是感觉，马可，你若有闲吼，就爱带大姐定定去庙里行者，甲阮吼坐坐咧。多谢安弟的提醒，我最近拢甲工作放下，拄好有时间，陪我妈咪出去行行。哦，我讲的不是死要的代志哦，是因为大姐逐天拢在念经，想要回向给你，啊，不过实际上拢无看到什么福报，刷电脑一直有人在中伤你。阿哥，你来这么好运啊！红梅啊，啊你现在到底是在讲啥？阿哥，你是不是有甲一个林兆松讲我要退休的代志？退休？哪有可能啊？啊你还够少年，啊身体够遐尼啊勇健，哪有可能退休啦？是啥乱讲的？到底有阿无？弟弟，是的，我相信你讲过，我要退休的代志，你连外口世界上的这代志，就是要赶紧给我挂落来，让我坐我位。文斌啊，你是莫生气啦，你马哥哦，伊想听你的话，也想尊重你的，伊无可能有遐心啦。你是莫讲的，我要听你亲嘴讲。张耀宗，你即马当我面，给我一个解释。弟弟，我搁是听阿弟讲的。啊？听我？你听我讲，我当时捌讲过恁爹地要提早退休，天地良心哦，我从来捌讲过这种话。你刚伫会议室，你明明甲杰森讲，爹哋有提早退休拍算，你叫杰森爱有前出接班的准备。你偷听阮两个半仔讲话，还是你伫办公室装窃听器？我迄天只是甲杰森讲，叫伊爱认真拍拼，我根本就无讲着讲啥物恁爹哋要提早退休。你若因这种代志啥了也袂讲，你莫诬赖我好无？明明就是你，马可，你想看卖，咱百福集团当经营到这么大，那是因为恁爹哋办行代志拢家己主持咧主持，任何人要接班要退休，拢爱经过伊的评估，唔是凊彩讲一下就用的，而且嘛爱经过董事会其他的人决定才用的。你即马伫外口讲讲，恁爹哋要提早退休，万不哩其他的股东也是因为听到这话惊吓，害咱百福集团的股票落价，这是安怎？这款代志哦，凊彩一间公司的员工拢知影，免黑白讲。结果呢，
你说凊彩提出来，去人唱酒，安怎？林威风，讲你 CEO 就无去人解读我，无要紧，我这头领，我当随坐去总裁位置啊。弟弟，是的，是我是话讲伤紧，啊，不过心内真正无迄个意思。是啦，文斌啊，你嘛知影马可，伊就是迄种敢若会晓做代志，袂晓做人，啊，嘴阁含万讲话的个性啊。你莫因为别人哦，在你遐讲几句啊话，就伤害着你爸仔囝的感情啊，哈。大姐，你莫阁再替马可求情啊。你安尼天性囡仔，只是害伊一错再错。马可才来台湾开公司偌久尔？伊就安排家己的亲小弟，伫个外口讲文斌要提早退休，请你徛伫文斌的立场想看卖，这是伊家己牵家出来囡仔，竟然伫个外口讲这种话，文斌的心有我尔疼。马可，你真正是做唔捌代志，让你弟弟遐尔伤心。你跪下来，把你爹爹回信的，紧啊！林家贵，我承受不起。文斌，马可给你回信的，你都不爱接受啊？伊是你的大汉后生嘞。都是因为是我大汉后生，我徛在这身。可能是我平常时啊，想过天性这身啊。阿姆哥马哥，我一直把你当作是我的接班人，叫你好好听话，好好做代志，莫跟你小弟这样计较。我这个位置早晚拢是你的，那么今嘛，我听，这不是你不对，可能真正是你的命格啊，搞笑对象，不变啊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既然你不适合 CEO 这个职位，那从今天开始 ，CEO 这个位置暂时由这阵来代替。文斌，你袂当来对马可啦，文斌。台湾话有一句叫做。小贪两家人，啊，搁有一句话，食紧弄半碗。因提今仔日，都予你一个机会教育。人袂用无耐心，啊，若无常常认为稳当当的代志，到尾啊，全盘皆输。你就安心放下，好好去度假。一切代志，不是你会当安排的。这届我真正看见你，你有阵要跟我踢出公司，连算命卜算你嘛顶出来，你真正用尽心机。说落来，搞什么家伙对付我 ？No， 不是安尼哦。我当初只是找一个算命师来文斌的办公室看一下风水，想要替杰森解问，看会当万那囝变太子。想知影算命师一来到家就讲 ，Marco 无迄个命。这一切跟我有啥物关系？祝福你，
度假愉快。怪命，有我不由天，我一定回来。